这是真是第三天，这是第三天，因为啥吧？山上准备开始了，他们说就说十月半开工的。哎，他们说这是说这月过了挂号上面的以后，我听见，因为啥吧？山上这是十几，等到南水北调，还有重点工程，郑州要郑州地铁工程啥东西，重点工程又来个重点工程，正在好头，供不上火。 重点工程这一块，他说用那地儿开始，一弄人家一批就用那厂子的，人家不带改变，人家不带改变的，就是这，哎，这起来，他必须得上牌子。